老尚。桂枝，是你吗？桂枝，桂枝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昨天我听着你老舅那么叫我，老舅我回来了，我没敢跟别人说啊，怕他们被我俘虏了。就这事儿，你是不能跟别人说，你这是跟我都会觉得，不是你就是控制住，还是别人说啊。就说这辈子我蒙没蒙过你，我撒过谎没跟你，不是跟那个没关系，咱回去再唠这事儿，先看病啊，先把烧退了是最主要啊。不行找我吃饭不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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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找我吃饭不吃。找我吃饭我不吃，你想找我吃饭不吃，你想找我吃饭不吃。我不是看发烧吗？不是，哎，你就认为我这儿就生病了？没有，这儿找我吃饭也是发烧。你想找我吃饭不吃？你双德吗？你什么双德？你发个单子有没有病？这你清楚了吗？你想找我吃饭不吃？高哥，嗯，大宇说找你有点事儿，有点事儿，慢性的啊，有屁快放！你还让我吃不？你再不说，大哥面都坨了。说，大哥，老边说要抢咱们赌场，老边要抢咱赌场。Thank you.
干啥的？抢钱。进山挖个大点的坑，把这仨都给我卖了。好，亮出。东西啊！老高地盘怕啥呀？坐下玩。别，不行，咱先撤了吧。哎呀，这踏实的，老高这绝对没问题。快点，快点，加快速度，加快速度！收到，收到。这小子命挺苦啊，小时候他妈上吊了，后来跟他姥儿一块住，转年他姥儿也没了，他家就剩他跟他舅了。你就好好休息，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啊。养好能咋的？养好也是个废人了。就没意思，怎么就废人了？腿都没了还不废吗？不废，年轻轻的好日子在后头。叔，我还能有好日子吗？当然有。那我要跟小锦处对象，你能答应吗？吕玲。熊哥，怎么的了？这是谁干的？抓着没有啊？人还没抓到，查了本市这一个月的硫酸销售记录，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。别走！